大家好，我是会飞的电能车雷克。我是最棒的烫跳专家佩佩。我们是新加入的超级飞侠。现在让我们来段自我介绍。天哪，是新的超级飞侠。哎，乐迪和小爱又有新朋友了。没错没错，他们就是雷克和佩佩了。不过雷克和佩佩真的和动画片里长得一模一样。没错没错。月月，那我们现在赶紧帮他们变身吧。哦，好呀好呀，那我就负责这个能歌善舞的超级巨星佩佩吧。好，那我就负责会飞的超级汽车雷克吧。我们现在一起来帮佩佩变身吧。首先取出他的腿，然后把轮子收进去，前面也有一个轮子哦。再回来看，这里有一个尾翼，对不对？你要收进去。侧面呢是有它的小手的，另外一侧也是哦。之后呢，把它的位置摆好，哒哒，像这样就变形完毕了。现在我们先来变雷克的飞机形态吧。第一步，展开翅膀，展开轮胎，最后别忘了展开尾翼哦。现在这就是雷克的飞机形态喽。现在我们来变雷克的机器人形态吧。第一步，收起轮子。第二步，拉开腿部，旋转，将腿部张开，拉出手部，最后一步别忘了收起尾翼哦。好了，机器人形态变身完毕。马叔，这是什么声音呀？月，快看！不好，是金小子，他肯定是来抢乐迪的包裹了。金小子看起来好厉害呀，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呀？别担心，有我在。呼叫超级机器人装备。哇，乐迪和多多耶！嘿，那我们赶紧给他们变身机器人形态吧，这样子才能打败金小子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那我们现在马上开始变身，飞机模式变身。变形飞机形态，机甲乐迪变身完毕，多多的机甲形态也变形完成了。乐迪，快点把包裹交出来吧，我才是世界上最快的派送员。金小子，那我们来比比看谁飞得快吧。
迪竟然赢了，看我的黄金机械臂。乐迪小心，多多快帮助乐迪。这小子看我的导弹，啦，包裹没有被金小子抢走，多亏了乐迪和多多的帮助呢。没错没错，多多你真的是太棒了。月儿，乐迪也非常优秀哦。没错没错，乐迪你也太棒了。今天呢，月儿跟马术就跟我们的超级飞侠们一起打败了金小子，保护了包裹。是的，超级飞侠们真是太厉害了。哎，小番茄们，今天这么多款超级飞侠，你最喜欢哪一款呢？在留言里面告诉我们吧。没错没错，那我们就下次再一起玩吧，拜拜。勇闯天下超级飞侠。